这么漂亮的庙宇是在哪边呢？鹿港龙山寺 Go。题目为旅行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大家来到历史非常悠久的鹿港龙山寺，相传在明朝永历年间就已经开始建寺，现在看到了是在道光年间，大概200多年的历史。该格局完整，工艺精细，别具匠心，是台湾传统建筑中最具艺术、建筑工艺等的作品，因此也被列为国定古迹。鹿港龙山寺主要信奉观音菩萨，寺庙分为三进二院的建筑格局，分别是三门、五门殿、正殿、后殿。古代的宫殿都有建制藻井，龙山寺戏台上的藻井为全台首屈一指的作品，跨距约5.5公尺，顶心高度为6.5公尺，以16组斗拱成出挑，非常的美丽，也具有八卦正邪平安之意。台湾共有5座龙山寺，分别是在淡水、万华、鹿港、台南及凤山等龙山寺。相传鹿港龙山寺原址在岸街仔，今天的大有街附近，搬来现在的。当时在乾隆49年，鹿港开为正口，与泉州偶遇昌旺，因此繁荣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，处处都是古迹，时时怀有怀旧之情。外方内远像为人处事一样，非常的好拍，有空多多来拍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